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呢？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每一天都愿意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愿意被调整，我愿意被改变，我的习惯是这样，我的模式是这样，我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样，但是永远不要对自己说我就是这样，因为神可以改变我们，因为神有能力改变我们，他也愿意改变我们。关键在我愿不愿意被神改变。你愿不愿意被神改变？其实在圣经里面看到，每一个人呢，每一个被神用的人都不完美，都有他的毛病，但是他能够被神继续使用，都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他愿意被改变。大卫有没有毛病？有。大卫有没有出事？有。但他愿不愿意被神改变？他愿意。亚伯拉罕有没有两次把老婆丢掉，遇到困难就躲到老婆后面？他愿不愿意被神改变？他愿意被神改变。摩西有没有脾气很坏，脾气很暴躁？他愿不愿意被神改变？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我们的毛病，但是你愿不愿意被神改变呢？在雅各的身上，我们一样看到雅各就是一个抓的人，雅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雅各做什么事情要想得到，抓到得到，他都会动脑筋想说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当他这一次遇到一个难处，他没有粮食了，儿子们要带着他心爱心肝宝贝的小儿子一起到埃及去，此行去会不会再回来，能不能够平安，他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所以他就有步骤，他就有计划，他先预备礼物，然后再说要把钱赶快还给别人，然后而且要加倍还给别人，而且一去就要还，他有很多他的步骤跟计划。但是当这一切他都做了，他说一句话，我读给你听，他说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。但愿神，他知道我做的再多都不会带来改变，除非神怜悯。他知道我的手是抓的手，我用再多的聪明的方法抓抓抓，抓到最后手摊开来还是两掌空空，除非神怜悯。我也求神今天把雅各走过这么长一段路，他生命里面所学的功课，我们彼此一起来学习好吗？雅各还是雅各，他还是那个很聪明的人，他还是那个很会抓的人，他还是那个有计划有步骤的人。但是雅各不一样了，他承认，我再会抓，我再有计划，我再有步骤，除非神怜悯，都是白忙一场。求主施恩，愿主也把雅各在他走过的人生路上学到的功课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愿神怜悯我们，那才是得胜的关键。纵然无语。
住在我心房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咒主永活在我心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咒我心。